佛教智慧故事，清凉石的故事。北岳山脉向东南逶迤而下，在山西东北部形成了五座山峰，五峰拱卫连绵，这便是中外闻名的五台山。传说很久以前，五台山叫做五峰山，气候异常恶劣，冬天滴水成冰，春天飞沙走石，夏天酷暑难当。哇，好凉爽啊！你是什么人？为何出现在龙宫？阿弥陀佛，我是一个四处行脚的云游僧，来到这里是为了借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就是这块能够散发凉气的石头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这邪龙石是我们龙宫的至宝，我只能在边上乘凉，岂能借给你们凡人？实不相瞒，我借它是为了拯救世人。少说废话，不然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既然这样，我要拜见你们龙王。大师要借邪龙石？正是。不行，大师借什么都行，唯独这块邪龙石不能借。这是为何？我们龙族花了几百年才从海底将它打捞上来，这石头清凉异常。我们龙族，尤其我的龙儿，每天工作都汗水淋漓，燥热难耐，只有在石上歇息养神，才能消热去燥。如此说来，这石头在龙宫仅仅用来解暑，若能送去路上，却能解救天下苍生，孰轻孰重，还望龙王明鉴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若能救得天下苍生，这是多么广大的功德呀，龙王。这邪龙石重达万斤，谅他一个老和尚也没有办法搬走，姑且答应他，看他怎么搬运。大师说得好，要是您能搬走他，本王愿随喜功德。阿弥陀佛。变！多谢龙王，我们后会有期。仙龙石呢？父王，仙龙石。龙儿莫急，石头被一位大师借走了，本王让夜叉再去找一块回来。邪龙石乃是海中至宝，哪那么容易找得到？孩儿去找那和尚讨回石头。不要去，那位大师法力高强。那我就去跟他斗斗法。老和尚，快把邪龙石还给我。哎耶，哎，小龙王，请住手！快把邪龙石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要扫平五峰山。那是密魔岩，邪龙石就在里面。跟我来！来！不好，中计了！你耍诈！文殊菩萨！阿弥陀佛，你等在此好好修行，自有人来朝拜和供养。若干年后，来五台山，若不到招龙洞，只算朝拜了半个五台山。朝龙洞在什么位置？就是合并在一起的那两座山峰，原先叫密魔岩，
据说龙王的儿子在那里修行。我刚才到了极乐世界，你为什么拉着我离开？那明明是地狱，怎么会是极乐世界？极乐世界，地狱。阿弥陀佛，到招龙洞礼拜的人见到的境界都是不一样的。善良的人能看见佛菩萨，邪恶的人则见不到欢乐境界，可谓万人万境。如今清凉寺虽已没落，但那块清凉石至今仍在，人坐其上顿生凉意。No.